5，我好像等到了一个升职的机会，可是应该明天才知道答案了。所以你大概几点回来？5点了。啊，没什么。只是在家里面有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，所以就先这样了哈，等下见，拜。没事，
我哪里都不会去，哪里都不会去。每次，我哪里都不会去。